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伯宏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曲伟老师。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来吧，接下来就分享四位老师的人生智慧，来了解一下今天这位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两个人都是离异的，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所以我们在再婚这个问题上显得格外谨慎。我的上一段婚姻把我伤得体无完肤，我真的不想在下一段婚姻中再次受伤害了。随着我们交往时间越来越长，我发现我们身上暴露的缺点也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一点都不一样，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到希望。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鱼32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女嘉宾小金33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好。谈恋爱谈了多久啊？半年多一点。半年多一点啊？不是正是甜甜蜜蜜的时候吗？怎么了？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希望，就是他玩心比较重，一玩游戏玩到后半夜，有的时候天亮才睡觉。就我天天早上起来，我做好饭了，我等他不吃，他起来忙忙叨叨的就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平时的时候吧，你多出去见一些人，然后呢拓展一些你的业务，加一加一些那个其他的群，说不定你的财路从哪一块就打通了，对不对？我也忙了，我平常忙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我不可能一件事一件事给你汇报吧。我是不知道呀，你回来你也不跟我说呀，白天忙完了回来，晚上吃完饭往那屋一待就开始玩游戏，然后我睡觉的时候你还没睡，等着我起来的时候你更没起。你做什么买卖啊？我是做海产品，就海鲜呗。啊，对对对对对，平常嘛，你说连他自己的朋友圈都不发，不发我的消息，就是在他身边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就没有我的这个人存在。那你朋友圈里也没有我呀。我不能我朋友圈里天天发你个人照片吧，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知道我朋友圈连我自己照片都没有。那你长得老，你怨谁啊？你记不记咱认识没多长时间，有一个多月的时候，你脖子上的项链怎么回事？我那项链是帮朋友一个忙，然后他为了表达感谢送给我的呀。这个朋友是男的吧？是男的呀。我告诉你了，然后你把那项链拽断了，我也不戴了。在我心目中，我追求你了，咱们认识了，有男孩送你戒指呀、项链、耳环之类的东西，我心里什么滋味你知道不？哎，等，我插一句啊，认识一个月，你开始追求他了？你们俩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吗？确定了，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哎呀，你做事真是老是超乎我的想象，一个月就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了。嗯，因为我们朋友介绍的嘛，我觉得他第一眼我看起来挺老实，而且挺能干的一个小伙。你的人生跟你的性格还真是挺贴的哈。以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吧？对，对吧？对，是闪婚吧？闪婚。后来离了是吧？对。结婚多久离的呀？快三年。那个就闪婚离了婚了，这个还不到一个月你就确定关系了？你接着说吧。所以说交往期间然后发现问题了吗？我总认为每个人俺们俩之间都有缺点嘛。我认为他有洁癖，他每次出去旅游嘛，有时候两三天回来以后，他都把每个屋子从里到外擦一遍，除了天花板不擦，哪个地方都要擦一遍。有灰呀，那还不擦吗？平常我刷碗刷锅，你会不会钢丝球把这锅使劲蹭啊？人家的锅可能会用一辈子，咱家锅可能就会用一年。更严重的就是你擦个窗台，擦个窗户缝门缝，你会拿着掏耳勺在那抠半个点儿。那有灰呀、啊、有灰，他那抠的太夸张了。那你不希望说你回来哎那个家里干干净净的吗？你喜欢乌烟瘴气的吗？你还说我那抽完烟了以后那烟灰那个满哪都是，电脑桌上我敲你键盘你还不乐意，你不乐意你倒是擦呀。他还有别的问题，就是那个
像平常买东西比较夸张的那种买，他不管买任何东西，他都是成箱成箱的买。那女人哪有不买东西的？洗衣液、洗衣粉，香皂成箱买都无所谓了。便宜啊！油盐酱醋呢？上次从一楼搬到四楼的时候，我打开箱子一看，五桶无极鲜，五瓶蚝油，底下还有个小箱子纸箱子，我打开一看，是盐哈，我想10袋8袋就行了，我数了数40袋盐，你说家里吃盐不能在这儿吃吧？是吧？超市卖盐3.5元，成箱2.8元，你给我算算一箱能省多少钱？再说也放不坏呀。你看看衣柜的衣服，没有拆标签的有多少件？你数过没有？是你说的，你赚钱养家，让我负责貌美如花。是我不让你去出去上班，咱们认识以后我都说你不让在家待着，不让你上班。今天谁要来的？我。谁要分手的？我。我怎么觉得他要分手啊？还有就是上次我给你搬鞋的时候，140双鞋，一个码的35码。对，他没法穿第二个码啊。不是，这个数量让我感觉到他买东西就是那种比较夸张的那种买，包括咱们刚才我已经说了，告诉咱们不是你让他让我买的什么东西，他让我买一双鞋可丑啊，1-2000。我不喜欢，那我网上买的几十块钱的样子货，我喜欢就行了。我买这多少双才能顶上你说的那一双，对不对？就你非得一定要让我买贵的，可是贵的我不喜欢，我觉得不适合我自己。我那些鞋，我相当于我一天换个样。再说了，我花的都小钱儿。他喜欢车，然后买个车没多久，那个卖了赔10万。然后呢，又喜欢另外一个车，又买个车，没几个月又卖了，一共相当于2辆车赔了1套房的首付。当时如果说那时候说买房，如果要是买了房，我是不是也不这么花钱了？你也不用搬家了。为了买卖，我不最后也把车卖了吗？那资金周转不灵了，那怎么办？那你资金周转不灵，外面欠你的钱你咋不要呢？其他的我不知道外面具体有多少欠他的钱，我就知道一份儿，一共欠了2-3万啊。次次像求爷爷似的，哥你帮兄弟个忙吧，不行了，媳妇闹得不行呀，然后人家给你转了500，像分期付款似的，现在好连人都找不着了，一共才要回来1-2000块钱。有的时候朋友叫他出去吃饭，根本就不是叫他出去吃饭，叫他买单。回来有的时候第二天我说，哎，你兜里的钱怎么不对呀？昨天还好几千呢。哦，那个晚上那个哥们儿叫我出去唱歌，我没唱，到那儿那个就走了，没多大一会儿。我说那钱呢？啊，我给你买单了。我说那感情那是人家去叫你买单，根本就不是让你去玩的呀。就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没有坏人。别人跟他说哥，你离这个人远点，这个人在背后，哎，给你下绊子或怎么？哎，不可能，哥们儿之间不可能。就他是生活在桃源仙境的人，都是好人，没有坏人。因为我这几年做生意嘛，就是以诚信为主，总认为每个人在身边的朋友也好，客户也好，什么所有的人都是感觉都是说比较和气生财嘛，对吧？礼尚往来的东西。你这说的好听是实在，你说的不好听你这傻，谁不愿意跟你交朋友啊，对不对？他还喝酒，有的时候你说出去喝酒，人家喝酒都是喝一顿，他呢就连轴没有2-3顿都不带回家的。人家喝酒11点钟12点之前就能回了，他喝酒都得2-3点钟，然后次次不带钥匙敲门，要不然打电话，我就得每一次都得等着给他开门啊。因为经常会来客户嘛，客户或者是朋友自己的伙计们在一块聚聚嘛，年轻人就这样。我每次我也喊你出去了，但是你都不出去，就一坐坐那好几个小时，坐到后半夜，天天一喝起来就没头，是觉得不给你面子了是吧？也没有，回去就是该交罚款交罚款，该罚站罚站，我们以一个不打不吵的目的解决问题。不打12点之前回家了不交罚款，12点之后回家了500罚款。那你说话不算数，你说12点之前，那你过了12点肯定要交罚款。那交完罚款以后，那为什么还在门外锁半个点？因为，哎，因为你撒谎呀。我怎么撒谎了呀？哎，出去吃饭之前问我说有女的吗？你咋说的？没有啊。对呀，我发视频的时候，哪儿来的？我们打电话说在几个伙计们在一块吃饭，但是一到现场，我朋友带个女朋友过来了。你是不是晚上发视频过来了？我接了呀。你第二遍才接的，你第一遍呢？第一遍没听见，这吵着喝酒哪听见？第二遍接了，我给你看了呀。
我也没有掩饰什么。那你没提前跟我说呀？你要提前跟我说，你不就不罚站了吗？哼，我不能吃饭的时候录个小视频，那多丢人，感觉是多丢人。你也不去，你去了就无所谓了，对吧？你看他有洁癖，对吧？嗯，他看你不顺眼，对吧？按在世俗人的眼睛里面，他又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是吧？人家提出分手了，你都觉得不合适，你就分呗。你喜欢他什么？为什么迟迟不愿意分手呢？我总感觉他对我像孩子一样那种特别仔细那种关心跟关爱。你也有一段吧？我有一段，可能是因为感情跟那个性格不合，我之前脾气有点暴，我就不想再提了。啊，所以你也是离异对吧？啊，对对对。是比较出来觉得他好是吗？对对对对对，是。哦，那你们对婚姻有什么规划吗？我觉得我的婚姻规划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烟台啊，我不需要一个太大的房子，哪怕是说一个够我们两个住六七十平的，他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都可以，平时说去店里然后弄个货呀什么的我都不怕吃苦，问题是他平时不让我去。我需要我们有一套小房子，然后我需要工作，我还需要工作。对，我说我出去上班吧，那个一个月也能赚个五六千块钱啊。你不用去，我每天给你开200块钱工资。为什么不让人工作呀？每个人都有劳动的权利啊。因为我这个经商这么多年了，我总感觉我在外边挣钱是男人的事儿，在家顾家是女人的事儿啊。我主要把主外挣钱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好好在家就顾好自己的家就行了啊。啊，他平常对我的衣食住行啊都特别的，我认为特别的好啊。就只要说白了就是把你伺候好。对, 对, 对，就是他最大的工作，对吧？对，是。那人家现在可说了啊，要你要不让我工作，要跟你分手、啊。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想让他再出去工作，所以就特别有意思啊。我们看到了两个人说，哎，我们都挺合适的，嗯。但是我们发现从价值观开始，两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一个想做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一个女人，我需要有我自己的社交圈，我需要有我自己的工作，对吧？男人说这是不可以的，对吧？我需要一个在家里就围绕我转的一个女人，对吧？第一，你们就不太合适。第二，从生活细节和习惯来说，女人需要的是一个在外面也能张罗，叫上进，用她的话，回家也至少能够帮妻子做一些家务的男人，对吧？这个显然不是。第三，女人需要一个既上进又能挣钱的男人。这个男人现在可能跟了你之后，生活比较安逸了，对吧？开始游戏和游乐人生了，对吧？那买东西这些小的习惯、行为习惯，我们就不再说他了。所以我很好奇啊，怎么还能黏糊在一起呢？我就问他能不能那个多点上进心。多的话是分还是不分呢？多的话能改，就不分。哦，所以您今天并不是来这儿分手的，对吧？您这儿是来这儿，因为我每次说改几天，说完又改几天，就周而复始，就这一个圈儿，就一直围绕这个问题。就是妈觉得儿子不好管了，找老师来给管儿子呗，对吧？还想当儿子吗？还想。那就没办法，你们就给改造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如果仅仅听你们两个人的讲述，你们的性格脾气不合，生活习惯不合，还有消费的观念不合，那就是八个字，一刀两断，一拍两散。但是有一点，你们两个人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特别是女方，因为和前夫闪婚闪出了问题，所以你会更加的纠结，更加的慎重，这是对的。但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两个人都没有从前面失败的婚姻当中走出来，因为你们已经把前面的爱情、前面的婚姻当成了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这个参照物了。你们的核心问题是一定要从前一段失败的婚姻当中走出来，不能在这个阴影当中了，因为现在的恋情是全新的恋情，以后的婚姻是全新的婚姻，你们要给自己这个希望，全新的开始，好不好？
好，谢谢包红兄。来，张娜老师。我没听到一丁点情感的对你们两个人产生的困扰，你们俩最大的困扰就是生活当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们根本没有对自己接下来即将步入的感情或者婚姻投入100%的热情和专注力，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对彼此来说就好像一个凑合的伴儿，差不多，他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哎，好好的安在家里面就好了。女孩对男孩的要求呢，就是上进心，一看他能赚钱，哎，差不多能养活得起我就好了。合着你对上进心的理解就是能赚钱，所以只要符合你这个标准的男人，都可以即将成为你第二任的丈夫。你对你自己的这个看男人或者说评判男人标准的底线太低了，包括男人对你说什么，你都毫不犹豫的，不去思考。马上答应，就为了能够即刻获得我们说利益也好，或者说你想要的那些东西也好，他说让你不去工作，你就立刻啊，我不去了，他不让我去啊。如果你那个时候守住你的底线，我觉得我必须要工作，如果你不让我工作的话，我和你没办法在一起。独立、专注、懂爱，是一个女人非常清晰的三条底线，如果你破了我任何一条，我都不会选择和你在一起。首先懂得爱自己，然后你才能会体会到别人对你的爱和你对别人的爱。谢谢。好，谢谢尚娜老师。来，曲总，我觉得两个人呢太着急了，明明曾经受过闪婚这方面的伤害，没有了解清楚，但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导致现在你们的这个分工呢也是其实是不明确的，面上好像是说你主内他主外，但双方又对各自的所思的那块职责担当呢对对方不满意，比如说你觉得他不够上进，那是因为他没有挣到足够的钱，或者说你觉得他应该去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有更多收入进来，那其实不如呢你也一起去工作。而男生呢，明明人家主内，家里怎么收拾你就应该由人家来做主，你偏偏要插手，看不惯这看不惯那，那你倒是可以把这分工给明确了呀，真正的明确就是说，那你也可以介入到家庭事务当中来，同样对方也可以介入到外部事务去，也就是说两个人在分工明确或者分工合理的情况下，那两个都应该去工作，共同做家务，否则本身对现状的分工大家都是不满意的，同时你也没有想明白一件事，女生呢并不甘心在家里，人家自己也想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你就是不让，出于自私的这种考虑，但这样的拧巴的这状态你们一定不会走得很顺利的，所以说调整你们的分工，同时呢心态不要太急躁，慢慢的去，如果能走在一起那就继续往前走，如果不行就很好的分开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你们俩在有过了一次婚姻之后，你们好像知道了我想要什么样的人，就从上一段婚姻当中你了解了自己要什么样的人，但却没有了解对方要什么样的人。他通过上一段婚姻说前妻对他没有呵护，对吧，没有宠爱，所以我要找一个有宠爱的人。你通过上一段婚姻之后，你发现我要找一个老实的人或者能挣钱的人，但是你们俩却并没有因为彼此的上一段婚姻而去了解对方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当然希望很多再婚的夫妻不要介意对方过去的那一段，但我们所指的这个不介意是不介意你的上一段过去，因为我们要开创的是未来，但事实上我们不介意归不介意，但我们是不是要关注他在上一段感情当中受了什么样的伤，而我在与他相处和结婚之后，我应该怎么做到更好的去呵护他，让他不再受上一段婚姻当中会受到的伤。所以如果在你们接下来还想走在一起，想要志同道合，我建议你们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对方曾经经历了一些事。我不赞同跟前任相比较，
我只是说两个曾经失败的人要共同的开创未来，就更需要去了解彼此到底能给对方什么，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半年的时间啊，其实真的挺短的，你对他的生活介入过早了，其实都在干涉，男生干涉的是女方，你不可以工作，女生干涉的是男方，你的社交圈，你的商圈和其他的东西，谁愿意被人管呢？你愿意被人管吗？不愿意。你呢？我也不愿意被。没有没有，我觉得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愿意被别人管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在很多夫妻关系当中我们又看到了所谓这个管字呢？因为管说的最直接，但是背后并不是管，它折射出来的是双方对彼此生活习惯的尊重、理解、接受，那绝对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千万不要在情感生活当中试图干预对方的生活，可以影响，但是不要干预，你们俩干预的太多了。所以恋爱的基础应该是有爱，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大概你们给这个爱赋予太多了。换而言之，也许是因为曾经的情感经历让你们变得现实了，都务实了，但是有的时候爱情就是爱情，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你们自己决定吧。啊，如果能改你们就改，如果改不了，其实我觉得勉强在一起也挺苦恼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我知道你包容我很多不足给缺点，但你还记得咱们刚认识，从认识那一天起到现在为止，咱们每次出去旅游旅行，包括每次过节日的时候送你那个礼物，你还都记得吧？然后我希望咱们以后走得更长远，在一起能过上一辈子。我会为你而改变我自己，我会为你而改变所有你想要我做的。我也知道这次来的目的，我也希望咱们彼此都会好好的相爱关心关爱，把这份爱情延迟下去。谢谢两位的分享，来吧，拿你们箱子里爱的记忆吧，去拿吧。带到门背后去看好吗？好，行，请回，请回，请回。来，请关门。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女生送给男生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合影的照片，第一张照片。它是一个拼图，我想所有的生活都是拼拼凑凑才圆满的。那个是什么？这一盒子里面都是从认识到现在他给我写的纸条。哦，这都是在我生活中，不管出去忙碌也好，在家没事也好，我不会言语表达一些东西的话，我都写在纸条上，甚至有时候会不开心的时候就把它全部贴在墙上。啊，我觉得真的尊重啊，就在我自己看来，真的尊重和平等就是能理解对方为什么那么做。希望你们彼此理解吧，不要再用自己的想法去干涉干预别人的人生，好吗？谢谢你们。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这个送给你们啊，好好相处吧。
谢谢啊，慢慢来，谢谢你们啊，请回啊。好，谢谢谢谢，请回啊。生活之路很长，祝他们慢慢的这个磨合吧。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是2014年演出的时候认识的，2017年我们结婚了，到现在我们两个结婚1年半了，我妻子都怀孕5个月了。我们的故事听起来挺让人羡慕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为他放弃了很多，可是到头来他又是怎么对我的呢？我总对他说，人要懂得知足，因为知足者常乐嘛。可是他总是对我挑三拣四的。他都是要当爹的人了，但是他人总像小孩一样，一点都不成熟。我不知道以后该何去何从。让我们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小庆，24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女嘉宾小伟，24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有身孕了吧？嗯，5个月了。对，要不要坐一坐？啊，没关系，这样就行。结婚有多久了？结婚1年半。好像为这小子付出了很多，是吧？嗯。啊，大学也没读完。嗯。就因为他吗？是的。怎么不让人读书呢？因为当时那个时候他要去南方工作，然后我家不是在东北吗？啊。这样的话，异地恋这个东西我比较接受不了。人家不是读大学吗？我读大学毕业之后，嗯，可以保送在艺术团的，然后工作的地点是在浙江，可能回到东北的机会就很少了。那等于放弃了另外一段人生，为了这段情感，是吧？是的，嗯。那家里人是不是应该特别不理解？对，因为这件事儿，我妈妈就是埋怨了她很久，然后还跟我挺生气的。自己后悔吗？她现在对我这样，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因为毕竟那边有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工作的团体，然后回到家里这边之后呢，就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且到他家的这边来之后，我朋友啊亲人都不在这边，然后我也感觉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朋友圈。啊，然后他从北京那边大学不念了，回来之后，然后给他开了一间礼品店，寻思让他日常生活可以自己打理一下，然后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然后结果他怎么着？礼品店所有的进货呀、百货呀，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我给他弄，然后他每天还10几点钟，礼品店还都不开门，然后一睡就能睡到10几点钟，然后我不让他喝减肥茶、吃减肥药，因为那东西对身体不好嘛。他结果就是把减肥茶和减肥药邮到礼品店，然后背着我再偷偷的吃。女孩嘛，就是都喜欢漂亮。而且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挺瘦的，女孩子都是喜欢光鲜亮丽的，然后美美的，就是瘦一点，然后结果他就跟我吵得挺那什么的，那次吃减肥药。而且就是我比较喜欢戴美瞳，他都给我扔了，都给我撕碎了那种，然后我就非常生气。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戴出那个角膜炎来了，然后他眼睛视力也非常好，也不散光也不近视，我感觉戴那个东西也没有必要，是吧？然后所以我就不让他戴。还有什么事让你心里不舒服呢？还有就是我感觉也不能天天在家待着，除了打理礼品店之外，然后我还自己唱歌呀什么的这些工作。然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香水和口红，然后我感觉这些东西都能在我接受能力的范围之内。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他也和我就是总小吵都不断的那种。我就没见过谁家买口红能10支8支的往家买，买香水10瓶8瓶的往家带，然后结果带到家之后吧，这是香水可能还没开封呢，就和我说这个味道我不喜欢，然后随手就送朋友了，然后这个口红的颜色我不喜欢，随手就送朋友了啊，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花钱比较随性，对，而且吧他还总埋怨我，说我脏啊，不爱干净，
一些的，然后说我不爱洗澡啊。其实我不是不爱洗澡，因为我们总是在外地演出，然后总住那种公共的。你什么职业啊？我是一名魔术师。哦，魔术师。嗯，对，然后总住那个宾馆什么的，啊，然后有一些东西都是大家公用的嘛，比如说浴巾什么的，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用那些东西。然后他就总埋怨我。不是，那你带自己一条浴巾去洗。他就是在找借口啊。他回到家里之后，他就是袜子也不爱洗，然后就是内衣什么的也不太爱换。然后我每次督促他，我说你看你把这些东西换了，然后家里的活他也都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做，他不会帮我。就回到家里之后，他就玩手机看电视。因为我吧，我每天我出去要谈单什么的，然后去跟朋友啊或者是客户去谈那个演出，大型演出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然后回来之后我感觉我也挺累的，然后反正他在家又没有什么事儿做，让他扫扫地啊拖拖地，我感觉这也不算什么的。而且他这个人吧，在外边吃东西就是吃好的吃贵的，坚决不吃免费的。我们家那块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水果店，他家卖的都是进口水果，然后我们家楼下的那个正常的超市卖那个菠萝啊，就是我们那边是5块钱一个，然后他就坚决不买那5块钱一个的，就必须要买那个30块钱一个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做比较嘛，两个菠萝买到家之后一起吃，分不出来哪个是30的，哪个是5块的。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是吧？对，而且他还特别挑食。嗯，但是他挑食吧挑得特别奇怪，他不吃紫菜但吃紫菜包饭啊，然后他不吃韭菜馅饺子，吃韭菜盒子啊。他总埋怨我花钱花得多，他也特别不节省啊。他总喜欢那些文玩，一块跟橘子瓣那么大的蜜蜡就要好几千块钱。他喜欢这些菩提手串还有蜜蜡这些东西，也特别特别烧钱的。然后有一次买了一个那个留声机，就是夜上海特别大的那种，放在家里。然后他晚上就是半夜都不睡觉，11、12点钟了，那个时候正常人上班族都休息了嘛。然后他就在家放那个特别刺耳的那个音乐，然后弄得楼下邻居睡不着觉，上来敲门，然后说那个你们家能不能小点声，然后弄得我就特别尴尬。我买这个东西吧，就是个人的一个爱好，文玩嘛。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它以后会升值的。他现在又开始养鱼啊，家里买了一个1米5的大鱼缸，半夜的时候起来上厕所一看人没了，结果我看他在客厅逗鱼玩呢。因为他半夜不睡觉，然后我养那个鱼吧，他那是个观赏鱼，那个鱼自己能繁殖的。然后那个鱼你说它偏偏晚上繁殖，我就得在那儿看着，要不然它大鱼就把小鱼吃了。你说那我能不在那儿看着鱼吗？是吧？那它天天都在那儿看，那鱼这个也是要做妈妈的，你不看着这个呀？你鱼繁殖它是有期限的，它就连续在那儿看很久。那我都想着它都睡着了，那个鱼像神经病一样在那儿一直盯着那个鱼看。我那不是母鱼多吗？它每天晚上都在下。行，反正个人有个人的理由，人嘛总要有些爱好啊。你看他不让我减肥，然后不让我化妆什么的，他就是上舞台演出嘛，然后有那个女助理，然后人家就是身材特别好啊，然后长得也特别漂亮，然后他就跟人家眉来眼去的。我们那个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大型魔术是需要之前彩排的嘛，啊，然后有一些就是魔术当中有一些就是相当于像舞蹈一样的，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眼神的沟通还有交流什么的，这个东西在舞台上我相信没什么的。然后那你平时就是逢年过节给人发红包什么意思呀？赶到人家女孩子生日什么的呀，然后又给人家买衣服什么的，我觉得就是他太热情了。因为情人节会发吗？嗯，七夕节会发吗？可能也会表示吧，但是我没有发现。哦，但是就是他身边有很多女孩，就是跳舞的呀，就很多很多那种，然后他都对人家特别热情，就不会拒绝的那种，对谁都那么好。然后他还嫌弃我说我大嗓门，说我好唠叨什么的。那你说人家女孩是吧，有点什么事儿跟我说哥你帮我弄一下什么，然后再就是晚上挺晚了打不着车，说哥你能开车来接我一趟吗？然后你说我没有办法拒绝。谁的那个女孩家他都知道住在哪里，就10多个女孩子的家，然后在我们那个城市他都知道住在哪里。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在一个地方演出嘛，然后晚上演完出之后就挺晚的，你说我怎么能放心，就是既然是朋友嘛，你说人家一个小女孩打车回家也不方便，正好我就开车就给他们送回去了。而且我们在一起演出的时候，人家女孩也一直在帮我，也不嫌麻烦，总跟我彩排什么的。你过节了人家给人发点红包什么的，不是很正常吗？哎，你们这是一个演出团队还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一个演出群呢？就是他们是舞蹈队，
然后我是魔术师，今天有需要大型的魔术，然后就会在他们那里边选一个比较合适的人，然后一起彩排这样。啊，嗯，行。所以女生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么多，你最反感她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她有些地方想的特别奇怪，就比如说她会反对我买那些东西，然后她自己买东西她就很自私。所以我就很好奇啊，都这样了怎么还准备生宝宝呢？就是因为这个宝宝是意外来的，我们没打算要宝宝，因为结婚的就是年头也太短了，打算27、28的时候再要，然后宝宝就是意外的就来了。然后因为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还特别激烈的吵一架，因为他想让我把孩子打掉。哦，就他不想要。嗯，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我们结了婚以后有宝宝了就要，我不想打孩子，一个孩子都不想打。有了之后我们就生下来，然后他就感觉我们现在积蓄太薄了，然后不太想要这个宝宝。这件事情就是他是我心里面挺不太舒服的一件事情。哦，他让我打掉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人特别特别疼。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吧，就是虽然说挣的也够花，但是吧也都有爱好，然后也都攒不下，然后年龄还小，我寻思再攒一攒，但是后来这孩子我不是也同意要了吗？很有意思啊，这生活特有，你听他们俩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冲突和大事儿，但是每一件事儿好像都在消耗着他们那个曾经特别炙热的那种情感，对吧？我看女生也不开心，男生好像也觉得活得比较累，是吧？所以把这些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小夫妻的感情就不如以前那么甜蜜了。再加上现在女生又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这个时期，是一个孕期。女生说在女生心里最重的是她现在对你不太好了，或者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是的，想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嗯，男生你来这儿想解决什么呢？其实他就一直跟我说嘛，就是让我改这些事儿，然后不改的话他可能就是要把孩子打掉，然后但是现在我又不想打孩子了。哦，等于他现在用肚子里面的孩子作为一个谈判的条件。这个其实有一个夫妻关系怎么调整啊，新婚之后不久又有了孩子，有了第三个人要进入这个家庭里面，怎么去调整，本来那个好像就矛盾重重的，是吧？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伯宏兄，我请你说一句心里话，你喜欢开这个礼品店吗？我喜欢开礼品店。你是真心喜欢？嗯，应该说他已经适应了你给他安排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刚才说你的妻子唠唠叨叨很会说，但我分明感觉你的嘴上功夫了得，能够把一个女孩子哄到大学辍学。她本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程，南方的艺术院团只要他大学毕业就能要他，你能够让他跟着你回北方开一个礼品店，你说你了得还是他了得？他为什么有现在的这样一种状况？因为他虽然辍学了，但是他心中的这样的一种艺术的爱好他根本没有泯灭。其实一个女孩子他也是需要有事业，有自己的追求的。当然为了爱情他做出了牺牲，但是你应该体谅他，你真的需要多些感恩。这个女孩子不容易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跟了你，而且你给她看一个礼品店，我本来认为她自己不满意，她现在说她很适应，这就是一种融合，所以多一些珍惜吧。我就说这些吧。谢谢包红兄。来，山大老师。于老师刚才说男生花言巧语哄得女生大学就辍学跟你走，我反而觉得于老师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女生，你的不理智不清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导致你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包括你现在的怀孕也一样，一步错步步错，就是你已经把自己逼上梁山了。你觉得我都为了你放弃了我的学业，然后呢我又现在怀了孕，你就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和后路。然后对于男生来说，你知道一个女人在一个孕期的期间你对她宽容包容爱护，她会感激你一生的，她会记得时时刻刻记得
他在孕期你对他的照顾，他知道你那是为他和孩子做的改变。所以我们常说夫妻之间的生活，懂你比爱你更重要。我们要学会感知共情力，就是哪怕我没有经历过那些你经历的事儿，但是我愿意站在你的角度去想一想，考虑一下，而不是只站在我的角度考虑我的事情。如果不学会这一点的话，就算三观再一致，也生活不到一起。所以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做起，先学会宽容和包容自己的妻子，伴她度过这个孕期，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曲总。通常当一对情侣或者夫妻，其中有一个人会觉得说，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了，我没有朋友了，或通常他在把以前结婚前甚至于更久的事情拿出来说，比如说我为你做出了什么，我为你辍学，我为你改变了我自己等等等等。这种情况下什么问题出来了？其实就是说明你们其中的某一方已经不太在意对方的感受，就是男生已经忽略了女方的感受了。在忽略这种感受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甚至于你是在为女生着想的那些其实对她有益的事情，她也会觉得你在干涉我。比如说明明其实你是爱护她，怕她眼睛出现问题，所以不让她去戴美瞳，明明是你觉得可能吃减肥药会对她的身体不好，都是很好的一个初衷，但你采取的方式是不对的，因为你已经不在乎方式了，你只在乎结果。但是恰恰女生最在乎的是方式过程当中你对她的那种态度那种感受。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你更该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集中到你们的家里身上，因为你们面临的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孩子的降生，未来的规划，以及现在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的状态。所以说把自己的爱好啊该收就收一收，把自己的精力呢该放就放一放，多往家里这个小的世界里去倾注于你们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耐心，好好回家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然后规划一下宝宝未来的幸福。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人成熟的标志就是逐渐的会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我发现你们两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对自己的行为和话语负责任，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情都不会去想想这个话和行为的背后你们要承担什么。如果是一个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的男人，就不会轻易的让一个大学生辍学，因为你要知道你表面上图了一己私利，为了结束所谓的南北异地恋，你把他忽悠到跟你在一起生活，表面上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你要知道将来你们之间只要闹矛盾，他就会说大好前途曾经被毁在你手上，对不对？对，你自己也是一样的，你做任何事情选择怀孩子选择去找他，这之后的责任你想过没？你或许想了那么一点点，但你永远想得不够深厚。我们每个人成年之后都得想想，我这句话说出去，我这件行为一做，这后果我承担得起。如果每个人都想想这话语背后的承担结果，那么做起一些事情来就会慎重，就会考虑到接下来这句话背后我得为之计划什么而付出什么，所以做事就不会有那么轻佻，就不会有那么轻浮。而我们恰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结了婚跟没结婚是一样的，他脑海当中早就忘记了那本结婚证，早就忘记了我是个结了婚的人，我是要一个承担家庭责任的人，只要结了婚就有一些束缚你的东西，不让你那么自在的东西。如果你要自在你就不应该结婚，现在请你们对这个孩子先负起责任。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还是那个问题，我问过你，你后悔了吗？有一些吧。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怎么选呢？如果要是他还是之前对我那种状况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回来。你会发现在这个层面的思考上面，大概我会用一个不成熟，就在我的角度来看叫不成熟，因为你不理性嘛。可是谁又知道说他就这么一路读下来了，按照一个传统的模式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向往的工作，而失去了他，
霍震顿他们认为的爱情没有了，他是不是觉得幸福？可能也没有。所以人生因为前路是迷茫的，所以要做到的只有一点，做了决定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刚才涂老师谈到的承担，我的理解所谓承担是什么？不是后悔。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人可以冷静的决定，有人是冲动的决定，那是性格决定。但是有一点，做了决定要承担，男生也一样，是吧？做了决定你承担这个后果就挺好嘛，学会承担。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你能放弃你的梦想和你的事业来到我的家乡，然后咱们两个有共同的爱好，也是在一次舞台上演出一起认识的。在这么多年来，可能我没给你最好的东西，但是每一天喋喋不休的争吵，我更是感觉让咱们两个感情可以一步一步的加深。我希望咱们这次回家之后可以一起担起家里的重任，同时我们同时也互相多了个角色，你也即将成为母亲，我也即将成为父亲，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家中，让我对你对宝宝好一些，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我爱你。请亮灯吧。好了，两位来打开这个爱的记忆箱吧，请开箱。来，请关门。来，还不快去。先生拿的是什么？这个，因为我们两个婚礼的时候做的就是钢铁侠的爱情故事，然后我就饰演钢铁侠的角色。哦，这个是在我们看来，这是我的一个代表。嗯，他给我准备的是我们从认识开始，然后我包括假期啊，然后包括每次回来看他的车票，哦，他一直都还留着。希望以后所有的路程我可以陪着他一起走过。行了，生活的路走到这一步了，那就是想办法走得更顺更幸福，好吗？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你们啊，来，这个送给你们，祝你们幸福啊。来来来，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慢点慢点。我想今天他们来给大家上了一个堂特别好的一个新婚课，因为在有些年轻人就是这样嘛，我冲动的结婚，结婚之后在道理和情绪之间又弄不清楚。我们希望今天通过这对小夫妻的这点小事儿，大家能够明白一点小小的道理。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金鱼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伊贝式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如果一段谈了四年的恋爱还不了解对方，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的话，那是什么情况呢？还能继续吗？如果谈了四年的恋爱你还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不了解对方的话，那只能证明对方是真的不想让你走进他的世界。祝你好运吧。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前往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芝士酸奶就喝君乐宝，长知识了。
本栏目由君乐宝长知识了芝士酸奶特约播出，古方鲜红糖现熬更新鲜，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